看到你的好功夫，啊，这要试看嘛，你的功夫可有进步？小姐啊，我的功夫无你好，你来看另外哦。莫安尼生讲，只要你好好修炼，有一天你一定能胜过小姐的功夫。多谢小姐啊你，但是你嘛是好爱念我啦。莫安尼生讲，试看你的功夫到什么程度，那安尼小姐才会当甲你指点嘛。既然是安尼，你自己来小心。准备来。